你那个号大号让叶哥上第一吧，上他也上不了。你们不会真觉得他能上第一吧？然后11把扣25，11把加20，他也上不了的样子，而且还会有人拒绝。你不会真觉得韩服不帮他英雄吧？韩服照样帮他英雄。 很蠢的，现在韩服。这杰斯二级学打不去，把三级拿下。现在打的是韩服的一个小号，现在转移，玩家大师了。 为什么打个小号呢？因为大号排太久，然后有的兄弟想看韩，那咱们就再通一个号，再通一个号，把你们冲的不想看了，好吧？就每天看美女一样，对吧？你天天看也不想看了，好，我刷一下号。 带刀怎么选择？对面如果控制很多的话，带绿色啊，绿色的话到后面出来之后是很强的。如果对面这种没控制的话，带红色，这小脆皮带红色。如果对面机动性很强的话，需要你机动性的话，你就带蓝色，知道吧？看阵容的这边。这波为什么来下路？因为对面下路都没闪，知道吧？我要来下路了，对不对？把他们逼走，这样的话我就三面也去了，三面河蟹的话就变成下路河蟹了，知道吧？ 这上面河蟹变成下路这个河蟹了，就一换一，就抵消了，不用管上面河蟹。我们都可以约他们下路，因为我现在莽撞态，可以约他们下路。难走啊，主要是约他们。可以打呀，他和 B 了。 那我们回家吧，回家买装备。第一的嘛，大号第一大号没有第一大号，大号现在第12名吧，第12，韩服12，挺高的。打个小号再磨练一下自己吧，随便玩一玩，小号练练英雄什么之类的，娱乐一下子小号，就轻轻松松随便上韩服王者，就说可能不会像之前玩个一两一直玩了一个英雄。 小号没意思，不是你，是不是傻呀？你他妈打上去不就有意思了吗？你他妈小号排不到那些人一样，你自己想老子小号也还能排到那些人大号，因为跟傻你跟傻子一样，这小号没意思。就今天人家衣服穿多了，你说没意思，你衣服穿少了就有意思了，是这个意思不？你就不能等等个几天，你别急呀、啊，兄弟，别猴急呀、啊，兄弟，对不对？ 跳舞呀，要分场合的吧，对不对？人越多，他衣服不就越少了吗？是这个点不？你这真是的，有的弹幕就一来就让你妈的，就衣服给老子穿少一点，不然老子不看。真是的，你这是把小龙打了。 教学一下啊，现在把小龙打了，直接动小龙，刚好现在也能教学一下子，对吧？在你们韩服多上分，再大小龙，现在的话领先差是很多，让他一倍的补刀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波为什么可以打小龙？因为我们下路有陷阱，知道吧？小龙打，扣下等级。 然后这波进他们家也上野就不要去了，然后这波遇到他们，可以冲。OK， 然后吃他们家红 buff， 然后这波就可以抓他们下路，这波直接去下路。这波虽然他们家有红，但是我们直接去下路。OK， 他们知道了，扎克给他们发信号了，那我就吃红 buff。
我说了，那个大号排太久了，加分又不多，我只能打个小号了。你们想看航服？本来那个号就已经加分加不动了，然后排的又久，然后进去还会补位，对吧？你们想看航服，那我只能说我搞个小号了。然后搞个小号，你们又搁这里，我这里整些有的没的。没大招，阿云的 home， 航服。对不对？我现在是不是说了航服现在钻石很菜？直播规划我晚点下播的时候我写一下子吧，好吧？就是刚来的话就打点高分段，然后对吧，教学一下，然后晚点的话就对吧，带带妹，就比如带带女主播，然后再跟小创弟他们再团建一下子，对吧？每天把英雄联盟环节搞完之后再去娱乐一下子，你们觉得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样你们要说有问题的话，那我确实播不了了，那主播也退网，那主播真退了，那主播也退了，对吧？这样子没问题吧，家人们？每天就多播啊，利用加班的时间去打打灵活，就带点那种野妹妹，或者去搞点节目效果什么之类的，没问题吧，兄弟们？这样的话，技术主播，然后娱乐直播，然后各种都兼顾到了吧，兄弟们？就烂了。打国服下学的话，等后面吧。国服下学不急。我把先锋打。没有，这不是我听弹幕的，这不是我听弹幕，这是我一直就想着这样子，就每天固定就几个小时撸啊撸，就这样子，只是跟你们说一下。可能会辛苦一点，但没关系，主播得努力啊！把先锋打了，然后把河蟹打了，他们家还有个蓝 buff， 现在就无敌了呀！在林峰对面了，对吧？开局不赢第一把，第一把可能打得很臭，但是没关系。这只是主播的态度而已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们这波抓波上路。对吧，惩戒 A 他一个扣，天天过去打他就好了。格局哥，我韩服73胜率大师，你同意了我的好友，你有一半的功能，那你这不帮单卡吗？村口剪头的王爷爷啊，帮单卡就这么难吗？73胜率韩服大师，办一张卡每天送点荧光棒都不行吗？兄弟，就一杯可乐的钱，对吧？加点金块的那种可乐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送点小荧光棒，对吧？明天可乐还会更早，明天可乐还会更早，兄弟们。我现在在想着就是每天打完撸啊撸，对吧？就是然后就是再去整点其他的啊，先打撸啊撸。我今天是4点钟来的，播到10点钟的话6个小时，就7个小时，比如今天来的还是比较晚，明天就2-3点了吧，明天可能就3点钟，可以吧？然后晚上就整你们喜欢看的单妹，然后或者拉路人打灵活排位，就这样子了。感谢春狗剪头的王爷爷送了一袋棒卡，谢谢了吧，谢谢。现在播到几点啊？现在也是播到每天播10个小时以上啊，每天最少播10个小时，8个小时以上吧，每天最少播就是9、10、11、12个小时，好吧，这是主播的态度。这波咱们把这个酒桶，把这个劫持给越了，现在压这个扎克一半的补刀，对不对？打这种分段的话就得这样玩，你边刷边抓，你不能一直抓不刷，不然的话赢不了。直接一过去一个 R， 阿云的 home 空了没关系，一个扣空了没关系，还有他走位了，只能说他有点东西的，我没关系。这把赢了吗？赢了，这把不随便赢吗？
你都死了呀，你妈的呀！嗯，哦，嘣！差点恶心，临别时期，这是钻石大师级吧？现在的韩服我只能说很菜。 你除了那些职业选手，真的一坨屎，真不如咱们国服，我跟你说话。我这个上哪打了？哦，三把输了，三把输了。那应该服不点了。 我再先控制，先打下去，一个空，蹦。把周家啥？一头。这个，翔哥就是坚毅不倒。 我先买装备，先锋不得放，我放先锋不没了。 这都是什么段位啊？这号马上就韩服大师了，这号就马上韩服大师了。然后这波中小龙，这边应该点。我得打小龙。这边一个他都拿不到吗？你拿不到呀，有韩服第二在这里，他拿得到个屁呀！ 这韩服第二给他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拿人头嘛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刚刚从钻一掉钻二，我刚才不知道零分，上把我就不玩蓝枪了。没注意这号是零分，上一把输了就输了，掉断了怎么了？掉断了。 是吧？从你那里一把不出，<笑>对不对？等我把他杀了，好，哥。等我们俩把先锋去吧。等他用一的时候再撞上。 他很聪明啊，是吧？还没死啊？还这么低吗？好的，对吧？一起看一下比赛吧。 先蒙打，然后回家，回家买个装备吧，重推。这队友应该说对面怎么这么差？
大号都没前十，你翔哥大号都第二了，你翔哥大号都上了第二，翔哥只是没有把号挂在那里而已，你翔哥一直在冲第一的路上而已，我大号怎么没前十过呀？来说话，我大号他妈的十天就前十了，你记一下，他不前十有手就行，装起来了。丢先锋，然后咱们这波直接他们高地游泳，把你们扔掉。哦，懂。啊，不让吧，敌碰他们吧，敌碰他们吧。把这面直接零封，痛，那啊，这边杀一个，这边这一把说杀了一个人就不上去，别不 kill。抓抓去！我拿老虎他，贝塔呀，你妈的逼！没意思呀！欧耶，拿下！主播打的是韩服人机吗？韩服钻石大师啊，兄弟！跟人机本身就没什么区别啊，兄弟，跟人机没什么区别，说实话，王博大师，嗯，赚一了，收一级。